阿公，早安啦、啊！我们来赛跑吧。阿公跑不动了，你不要再跑了。阿公要带你去看你的新家哦。哦，好啊，阿公、啊，镜头在前面啦。哦，阿公老了，眼花了啦。阿公啊，你是近视几度啊？阿公，你有好多新车哦，有红色的，有黄色的。还有白色的耶，阿公，我要骑这台。宝贝孙女，骑这台出去会吓到很多妹子哟。阿公，阿、啊、要怎么发动啊？阿公，我腿太短了啦，踩不到油门。你要多吃点啊，长大才踩得到哦。这些都是阿公的爱车哦，等你长大都是你的哦。这两颗是阿公最爱的松树哦。阿公，那这个可以煮来吃吗？长得好像花椰菜哟。哎呦，唔通哦，松树是袂当食哦。阿公，下来抓鱼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哎呦，阿公不会游泳啦。阿公，这个灯好大哦，可以放在我房间吗？哎呦，大理石很重呢，阿公搬不动了啦。阿公的客厅很大哦，你可以带同学朋友来玩哦。阿公，那可以带男朋友来玩吗？哎呦，你居然有男朋友了哦，宝贝孙女在谈恋爱了哦。前面有大电视，可以看卡通哦。好大台的电视哦，有没有海绵宝宝可以看啊？看电视不能站那么前面哦，会近视哦。阿公家的餐厅很大哦。今天是谁生日啊？阿公买了很多你爱吃的蛋糕哟。阿公准备一个惊喜给你哟。阿公啊，为什么打不开？哎呦，阿公忘记这个是不能打开的。老了吼，记性就不好。你来看看这颗宝石，这个好大哦，好美哦。以后你要结婚吼，这颗就给你带过去啦。耶、yeah, ，谢谢阿公的礼物。你肚子饿了吼，也可以来这边吃点心哟。阿公，我不会做点心。阿公有帮你准备马卡龙啦，那个可以直接吃啦。耶，喜香香，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。哎呦，唔通哦。阿公，不可以偷看啦。阿公，你要记得要学会先敲门。这里有个小石灯哦，这样你晚上走这边就不会太暗，就不会跌倒了。阿公啊，熊熊可以带回家吗？放在我的房间啊。可以啊，这次阿公搬得动哦。这边是阿公的露天温泉哦，在这边泡汤很舒服哦。啊，好烫好烫好烫啊，水太烫了啦，坐在这里就不会烫了耶。孙女啊，你太重了，阿公不能呼吸了。这边是阿公下棋的地方哦，坐在这里很凉快吧。阿公，我不会下棋耶。阿公可以教你哦，阿公很会下棋哦。哦，往这边走过去就是花园咯。这只鹿鹿可以放我房间，这只大象也要放我房间。哎呦，唔通啦，你房间会湿掉啦。晚上可以在这边乘凉一边赏花哦，你也可以带朋友来拍照哦。我要先来偷拍阿公。阿公年轻的时候很多妹子追哦。这
那边也有个小水池啊。阿公，你看，我会在水上走路哎。哇！哎呦，你居然会轻功水上漂啊！哪里？再来带你去看阿公的房间哦。这只熊熊，你该不会也要搬走吧？这只也好可爱哦。哎，你要做什么？谁也别想来偷搬我的熊熊。阿公，起床啦！当然，阿公耳朵会聋掉啦。阿公以前是皇帝哦。哇塞，我的阿公好有钱哦。旁边这个是价值连城的陶瓷花瓶哟，以后也可以给你当嫁妆的。墙上的古画也可以给你带过去。阿公，这个我看不懂，这个可以留给阿公啦。你带过去就会有人看得懂价钱了。啊，有小偷啊！居然这么快就有人要来偷画了。那边是阿公的书房啊，这个是阿公的龙椅。阿公，那这个椅子可以搬去我房间，啊，这个桌子就留给你哦。这幅画也是很值钱的哦。阿公的宝藏我怎么都看不懂啊？阿公的宝藏超多的。这些宝藏以后都留给你哦。耶、yeah, ，我最喜欢阿公啦。我的孙女居然这么会弹奏啊！阿公，这台钢琴要搬去我房间。哎哎哎，起床了！想要来偷我家的地球吗？阿公，这个可以卖掉哦，我房间放不下了啦，拿去博物馆来展览。阿公，你看我会跳机器人舞蹈哦，你会吗？孙女怎么有钱学舞蹈啊？阿公给的零用钱啊。接下来我们来访问一下阿公，请问阿公花多久完成这个作品啊？阿公加入天天两年了哦，两年内花很多心力收集材料。哇，两年耶，居然是慢慢收集完成的。有啊，这两年哦，阿公都在钓鱼赚钱。这个是阿公的第一个作品吗？有啊，这是第一个作品哦。阿公好有耐心哦。阿公，那这样子盖起来要花多少钱啊？金币哦，120万啦。钻石哦，4000左右啦。台币哦，也是花了大概4000啦。哪里？120万？哇，那真的是很厉害耶。这都是靠钓鱼一点一滴存下来的哦。所以钓鱼就是最好赚钱的方法咯。每日任务一定要解哦，然后钓鱼是最好赚钱的方法哦。今天带你们来玩的是邻家弟弟的日韩庭园豪宅，他如果有开派对的话，欢迎大家去玩哦。花了2年的时间才盖出来的作品，真的非常的好看又壮观。那喜欢请帮我按赞跟订阅咯，下次见，拜拜。